巴州八峡警方近日在中江一间荒废的屋子内，再发现了六块人类骸骨。目前呢，还在等待化验结果出炉，才能够确定和单亲妈妈贝拉遇害案是否有关。巴州八峡景区主任伊斯曼指出，警方是在二月二十八号早上十一点三十分接获民众投报之后，在中江大街的一间废弃房屋内，发现了两块大腿骨、两块小腿骨和两块脚跟骨。 这些骸骨已经送往化验局进行脱氧核糖核酸化验检测，结果预计呢需要大约一个月才会出炉。警方促进民众不要做出任何不实的揣测。